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特别热，而且没有风。我今天来投一次这个三分球，然后看看今天这个手感怎么样。因为我昨天投了，上一次投了这个三分，我感觉手感还是找到了，然后就看看今天能投多少个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，请支持订阅，然后你们的支持对我很有帮助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怎么样？现在目前的感觉？感觉不错。还能投几个？估计差不多13个。OK， vamos， 分个。怎么样？现在可以动作。14个，对，现在状态是最佳的嘛？对，vamos venga， 加油。
呜呼！四，呜呼！呜。一是吧？当你进球的时候，跟你不进球的时候，到底那种感觉是啥？嗯。然后你保留那种进球感，delete 的那种不进球的那种状态，是不是？嗯。收个。面，呼呼呼，呜，呼呼 ，OK。我已经投完这个三个五分钟，就是三节了。之后，上一节投的，我感觉非常的好，就是要找这个进球的手感。就进球的手感，如果找到了的话，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就是你能投一个进一个，投一个进一个。所以找到那个手感的话，就很爽很爽。就是身体发力呢要连贯。然后在投球的时候，手腕要下压，之后要看着篮筐。主要我之前一直投三分站，我感觉就是身体发力不连贯，所以我现在把这个问题改了。一会儿直接来。这次我就勉为其难来17个。你要投到17个是吗？呜呼！呜呼！呼呼，哦，
呜、哦。呜呼！变！练手感太好了，一个投六人，看到吗？好了吧？要不要再干？OK， 我现在这个三分球呢已经投完了，这次三分球我投的非常满意啊，以数量计时间。之前是以时间计数量，所以呢我最近有一个新的一个改变，这样我再慢慢把时间往下拉，看看那个在一定的投一定的数量能不能投到更少的时间。 OK， 我今天投的感受呢是非常的爽的，就是找到了手感，并且我也尝试要去记住它，然后并且下一次要去运用它，继续来投这种特别爽的这种刷刷一个的这种三分。好的，今天呢这个总结就是三分我投的非常爽，超级无敌宇宙之爽啊，今天是最爽的一次。好，如果大家喜欢呢就请支持订阅，祝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踩着狗屎了。